你会说牛俊阳是我的英雄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方格，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。真的有人比我的牛小弟好？我喜欢你，给我50年，我会比他对你更好的。阴错阳差，星期一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阴错阳差，番外篇时辰到，现在快要大结局了，记得上涛狗收看最后2集吧。迫不及待想看本周的阴错阳差剧集，你也可以上涛狗免费优先观看。阴错阳差是由。